华人女性心目中的梦想，你坐在上面，然后让 F 四来这个推理做能力台车，可以吗？那你请就坐，好吧？啊，你待会还有一个漂亮女生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那 OK 的，那有两个人，我们一人一个。哎，我没有来了，没有 Hello。哎，诺诺，你好，你好。好啊。哎，你们，哎，都啊。对啊，你朋友不在，你朋友不是？哎，你要推吗？你不是有正？对，我们是有超正的朋友吗？他很正啊。超正，哎、欸，他说他没有，对、啊，不是要推吗？你刚才说你要推的，我们是同一队，你要先过来、啊。你先说你要推的嘛。超，不是超正，正妹是那个正，他是哪个正？啊，我知道了。对啊。超正，我们应该说正妹是那种正确的正，超正，对不对？很正点的正妹。啊，这个你朋友也是超正，他应该是震动的正吧？就坐在台车就会超级震动，超正。对，我这样好了，我们今天呢有一个指定的猜测，就在这一到十其中一道猜测。当我们问你现在你要吃什么，你就指出你想吃的菜色，看不是刚好跟我们指定的菜色是一样的。你现在在哪里？这个地方是乌来，没错，那里 OK 的吧？对不对？又是游客，对不对？来乌来就要吃，跟乌来有关系的东西。所以准备一二三，现在你要吃什么？噔噔，我们两个像那个槟榔姐妹。好，那我们自己，我们现在就自己去找槟榔花啊！不用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去找槟榔花，走走走走走走。拜拜拜拜。耶，可以吃了。有。哎，他从头到尾对这个店员讲到说，我已经好到成乌来最好。我觉得他自己啊，有。开嗓，长茧还能讲出有骨的，哎，宋大姐，这家店的老板该不会就是你吧？见鬼啊！看到，第一眼看到，打架了，打了架了。我的内情不必亲外情，不必仇。看到我们在那出外景，假装要自杀，然后我们如果不理他，经过他，你如果不到我这里来吃，我就跳给你看。哇，你这个人真是的。好，那来都来了，只好给他大吃大喝，好不好？大马面。对。那么到这里啊，觉得这个人啊，到处充满了心机。有没有看到？刚要带我们去吃大马面，大马面。结果呢，端出来这两杯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马告奶茶。马告奶茶。我们吸管来喝。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派一个跟你比赛喽。当然了。好，就你的。我另外有人，有高手。叫出来。好，马上好，来，你来。哇，景华，今天特别找来了我们相似度99.9%的杨景华超级复制人，来看看绯闻男友怀秋究竟有什么反应呢？怎么回事？哎，对，景华怎么在这里啊？哎，景华，来，哎。太激动哦，吓死我们了。来，过来，两个人给的，好不好？给我们一个最舒服的画面，最舒服好，重温一下，对，好吧。来，左线预备，右线预备，两线预备。哎呦，画面好舒服。等，还没喝。嫉妒的第三者。小三吗？好吧，小三，小三。我怀疑这一段啊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真实性是什么，搞不好怀秋跟他是两个人在一起。没有啦。如果有的话，因为怀秋你都不能讲话。他不能讲话啦。哎呦，眼眶都红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好，两位，半杯预备。Oh my love， 哎呦 ，My darling， 哇，这画面。I'm the boy。Your touch， 阿郎怀秋，还有我们的景华，掌声鼓励！哎，叫你们喝半杯，你把它喝完了，把它吐出来呀！好，那我们现在可以过关了，拿马面，拿马面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陪这一关，陪我们一起来把它吃一下。好吧，可以哈，打麻面，来，请就位。好，温泉馆哎，老板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们要吃这个东西，槟榔花有，
你们这里有吗？有你们有？哎，温泉馆里啊，你们也有餐厅？有。所以你们有槟榔花？有。吃这个槟榔花之前，我们先来这边呢，体验一下全乌来地区只有我们有的一种东西，会让你通体舒畅，让你能够全身上下都非常舒服的东西。大白天这么多人，你做这种事私底下讲就好，尽量不要。对对，因为我怕，因为你也知道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一个法治的国家，对不对？有些事情可以按着来，但不能明讲。两个，走，安排两个，你要吗？一个来，一个一起来，不要这样。大哥叫一带要照顾你。大哥知道不是这样子照顾。好，大哥知道不是这样。大哥，哎，八斤米浆，一箱米浆，好了，走吧。不要大白天不要这样啊啊，太亮对面会被看到啊啊，吴建豪怎么了？太大声了。哎，不错哎，原来是这个，这叫什么鱼啊？这叫温泉鱼，听说它会帮你啃脚鼻。对，然后呢就是会一直吃哦，吃到它饱为止。感觉好像有十几个人在亲你啊，好害羞哦，好好玩哦，真的很好玩。对啊，好好笑。我跟你说，在这里泡一定很舒服。对，泡完之后，哇，我感觉这整个脚会弄更干净，对不对？因为整个它，因为它会帮你一直吃，把你多余的角质层啊，一直吃到最后会整个很干净哦。你知道有多干净吗？像这么干净，就。有人敢来泡吗？制作单位不要闹了，这谁敢把脚伸下？没有，以下是错误的示范哈，大家不要相信啊，那个是好玩的。对。老板我们。哎，老板你好。槟榔花来了。哦，这就是槟榔花。哇，来，我来，好香哦，很香哦。哎，这个就很正点哦。其实它是槟榔树上的那个它的叶，不是叶子。它的根吗？不是，应该是它的心。它结果出来的东西。结果出来的东西。不是那个。我知道，就是它旁边有那种好像碎的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就把那个摘下来之后，然后把它做凉拌处理。可以。真的哦，很下饭，对不对？下饭。嗯，好好吃哦。对。打麻烦了。见鬼了！哇哦，这下子就厉害了。那个宋姐啊，宋大姐啊，你这怎么什么不吃？你吃这个鱼是生的嘞？这生的吗？根本就是沙西米了嘛！哦，这然后白白的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个是饭，煮过了之后，然后去腌制啊。但这个鱼从哪里来的？那个苦花鱼。哦，苦花。苦花，对。哦，苦花这很棒的鱼，而且大家都知道，日本人对吃生鱼片，它有独到的一面。嗯，对不对？嗯，那真是有发酵，因为这是我们很传统的原住民传统的东西哦，就竹筒饭啊，对。日本人特别爱吃生的东西。怀秋，我现在终于知道，杨景华只是个幌子。你看到艾莎会压他的头。哦，这像话吗？这像话吗？那，我跟你讲哦，以前我们录那个十字路口。我还没有遇到那种东西不敢吃的，那这一道我就真的有一点害怕。对，这样啊，五个人呐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就来剪刀石头布，输了吃了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太公平了。长剪吃这个，搞不好就消了。对，真的耶。五分之一哪那么吹啊？剪刀石头布。命中注定。龙老虎。真的。好，我吃。艾莎个性最好。而且非常认栽呀！哇，这个肉很紧实哎。好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哇！嗯，怎么样？吃起来感觉怎么样？酸酸的。酸酸的。酸酸的味道。对吗，大姐啊？发酵，来，你过来一下，你该不会随便拿一个不能吃的东西给我们吧？不会，这非常棒的。好吃吗？嗯，美味，很好吃的，很像是那个漬物，对，这个叫什么？日本的菜，就是泡菜，泡菜，嗯，腌制过的，腌制的东西，对，一二三四四个再吃一个，好吧，半条，就这一块了啊，就得了啊，好，好吧，好，好。
剪刀石头布。啊！我跟你讲，我有感觉就是他，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哇，嘿嘿，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OK 的，中华 OK 的。有鱼刺哎，干什么？有鱼刺哦。你没有吃过吗？哦好，这个山区其实人烟稀少啊，就我们刚刚过的那个老街那边啊，还有那个云仙乐园那边会很多游客，可是我们现在走到深山里面，应该人会很少。前面有人骑脚踏车哎，哇哎，这是单车环岛吗？哎，不好意思，先生，先生，停下，停下。哇，哎，你是环岛单车吗？那我来这边吃三餐，来这边吃，来这边吃东西，真的、哦，你真的。他来，既然来乌来吃东西，应该是要吃跟乌来有关系的东西。真的，真的。来，哎，先生，不好意思哈、哦，哎，我们是 Power Sunday， 我们现在这个单元叫做"现在你要吃什么"哈、哦。那我手上有一个乌来的美食菜单，一到十。那我们刚刚吃了这个，吃完这个，然后你可以任意的选啊，好不好？对，既然你来到乌来，你说要吃三餐，对、啊，当然是吃跟乌来有关系。哎，我们这个不算很明显提示哦，我们只是说跟乌来有关系哦，我没有说什么，对不对？有我想吃的。一二三，现在你要吃什么？煎，跟鱼子酱。哦，你要吃鱼子酱。你这刹车应该断了吧？没有，啊，鱼子酱，对啊，不是、啊。来乌来为什么要吃鱼子酱？乌来要跟吃乌来有关系的，不是、啊？来山上，你要是说你来吃个石板山猪肉，我们都还可以理解。你怎么会来这里？这边的鱼子酱不好吃。山区怎么会有鱼子酱呢？那不是那种意大利餐、法国餐啊？这样才特别啊！哎，我跟你说，你骑单车没有刹车也很特别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我有刹车啊！啊，没有没有，我待会帮你，你这个这我会修嘛，这个松掉好不好？好啊，没有，你要不要重选？哪里有鱼子酱啦？前面啊，快到了，拐个弯就到了。你要带我去吗？我先走啊。你要先走是不是？哦，好，骑快一点啊！不要不要，注意安全啊！对啊，注意安全，对啊。来来来，啊，我问他的狗，是不是他狗会选？不要忘记的狗，狗哎狗哎狗狗带着狗在 go go go。哎，他进去里面了，那我们进去看看。他都拐个弯就到。哎呀，美女美女，不是你不是你，美女美女是后面是后面。哎呀，哎，好可爱，哎，这个，哎，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，来来来，好，有没有看到？可以，哎，这位是大姐是吧？领班的是谁？哦，你啦，来来来，哦，你夸得太资深了呀，就，啊，后面那个是你的妹妹啊，哇，那个二妹很漂亮，好，那今天啊，我们想要问他们一下。看他们想要吃什么哦，对，各位各位开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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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刚我们吃那个，嗯，这个妈妈面，这个有点，哎，太过血腥了一点，对，女生她就有可能会去吃到这种东西啊，对，哎，问二妹啊，来过来过来过来，二妹妹，几岁啦？十七岁啊，七岁，哦，那现在是那个暑假在家里帮忙，啊？读夜校啊，夜校也有暑假，放啊，还是夜校不放暑假，因为我们晚上不热。什么？什么？对对对，我后面是有隔到大便的，偷着玩笑呀，一直看我的屁股，然后一直笑，干嘛？摸你头上长毛，好性感啊！哎呦！他看见我们都很欢乐，对对呀对呀，来来问他哈，好，可以请问一下，这里的你最想要吃什么？道菜这里的肚子饿吗？有什么你特别想吃的吗？一定要吃，有没有？一定要想吃那个，有没有？我知道你必须要吃那个，啊，是那个，这个，哎呦哎呦，不哦，他直接掰开哎，来一个再比一次。发电狮仔兵啊！狮仔兵，发电那是什么？发电厂那个嘉宾。
发电厂的鸡鸭饼。桂山发电厂卖的鸡鸭饼。桂山发电厂是干嘛？是在哪里？在桂山啊，就是发电厂。翡翠水库吗？对。翡翠水库啊。翡翠水库。啊，我们在乌来，离翡翠水库多远？很近。很近啊。哎，入口就在这边呢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准备去吃我们的鸡鸭饼啊。好，谢谢几位可爱的姐姐们，谢谢你们。糟糕了，变成要把鸡鸭饼吃了，走吧。好，听说拐弯进来这里有鱼子酱。哎，你好，请问你是这里的老板？啊，你是老板，老板你好，什么称呼？老板，我是阿，我是阿杰。阿杰是不是？阿杰你好，你好，对对，我是 Donald， 对，他是 Vanes 吴建豪，你好 ，F4 以前有看吧，《流星花园》。山上没有电视，山我听人家讲帅。山上没有电视，真的？那你怎么会知道他叫吴建豪？人家都跟我讲很帅。哦，那我是我刚刚他是人家说帅就会就直接是讲到吴建豪，啊，我是道明寺。好，我讲错了，我讲错了，我是道华寺，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华视华视播的。你也听人家讲过吗？对对，言承旭嘛。对，反正他们没有电视，随便我们讲嘛。哎，我们刚在路上遇到一个人骑脚踏车，他说你们这里有鱼子酱。有，我们这边有。真的吗？真的有，真的。你们不是法式餐厅，怎么会有鱼子酱这个东西？哎呀，你要先问一下我女儿一下。问你女儿？对啊。啊，她现在在哪边？她现在在那个泳池那边等我。在泳池？对啊。可是你们要下去之前要先换一下衣服下哦。我了解，我了解，阿姐老板，我懂我懂。我们两个都是这个算是那个海上的健儿，我们平常就玩水就自动会去换泳装。你说他是他女儿，对对，最近把他练得很集中，就肌肉练在一块，对对对，六块跟李九，对，跟李九哲一样，把他练在一起。啊，你要先跟他拍照一下哦。好，那我们跟你女儿拍照啊，你要请我们吃鱼子酱。那有什么问题？太好了，成交。那我们去换泳装啊，好不好？太好了。